距离大年夜还有14天时间，家家户户也开始为年夜饭忙活起来了。尽管如今很多人会选择下馆子，却仍有不少马大嫂愿意享受自己采购年货、置办年夜饭的乐趣。在昨天的节目里，外景嘉宾珍珍和大厨刘红带我们去打探了辣味的制作过程。那么今天他们又将带来怎样的过年美味呢？现在过年了嘛，很多腌制的食材都是已经开始操作了。哎，我们这窗口呢可以挂上啊，琳琅满目，就好像我们这一溜，我的天哪！来，刘大厨跟我们介绍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？哎，这都是咸货呀。咸货。咸货就是用盐。盐、花椒之类的东西把它腌一下以后，其实这个呢就稍微挂个2-3天的就可以食用了。其实这个上面都还有点盐花什么的留在上面。盐肉、咸肉啊，是的，这是咸鹅。好，再看看这是什么？咸猪蹄。哎，这走对吧？哎呦，老好吃个啊！这是咸鸡了。咸货呢，它只要腌个两到三天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这辣味呢，它就要放一段时间了，要起码西北风要吹个2个礼拜以上。它肉是很干很干的那种啊，那么咸货呢带有点水分。咸货作为一种传统的冬季常备食物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，过年过节更是必不可少。相比于辣味，它在家操作起来也更为方便快捷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先去菜场里挑挑做咸鸡的原材料吧。丁鸡真的我们老家里养的是绍兴丁鸡，20块一斤，这个价格17块一斤啊，这个也好吃。土鸡，梅林土鸡，香很好吃的。还有这个平湖鸡也可以腌的，这个50元，这个9块一斤，老一点。有的要嫩的嘛，就买二黄鸡，二黄鸡嘛14块一斤，这个二黄鸡呢不老不嫩的，二黄鸡做出来比较鲜香。大概是多养多大？做8-9个月对吧？摊主告诉我们，做咸鸡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这种二黄鸡了。它肉质细嫩，但有嚼劲，价格在14元一斤，一般一只鸡也就在3斤左右，40块钱就搞定了。买完鸡，这里还提供带腌服务，而且不收任何的加工费。这是放点白酒，拼一拼，这个香了，香了嘛，然后再腌鸡了，就这样腌。这个二黄鸡好吃一点，都要差别的这个鸡，差别吗？香一点。这调料里面有哪几样东西啊？花椒啊、盐啊、白酒啊，均匀的撒，不要一把一把的撒，就要均匀的撒。需要补充的是，做鸡、鸭、鹅等禽类的咸货，最好在涂料之前先把肉质捏得松散一点，这样更有利于之后的入味。料撒上后，也是需要不断的给它做按摩，让调料味充分的渗入肉中。再拿起来，拿起来就个封口里拆给了，拆个3-4天就用酒拼一拼。是要放在阴凉的，阴凉的，对，阴凉的，不好晒的。尽管这里提供带腌的服务，但是如果您想尝试自己腌制的乐趣，大可把食材买回去之后自己操作。接下来就让珍珍和大厨教教我们如何在家腌制咸鱼。你好，谢师傅。你好。先要准备些什么样的原料吗？我们选择一般的草鱼，都会在5斤到6斤中。这么大一条啊？哎，对啊，因为这样咸鱼呢，它分干了以后，因为它会缩，它也会缩，是吧？它也会缩的，所以说我们选了一般是在5斤半到6斤的一条青鱼，然后呢，就是说我们洗杀干净以后，然后开刀，是吧？把它剖开，剖开。那我们平时在家里面腌的话，也是用这样的鱼，这么大小的，不用把它先切成块儿。哦，不用。这个切成块的话，那没法挂了，那一块挂一串的那么行了。这整条挂。哎，整条的，它在里面呢，它是顺着那个龙骨啊，龙骨两边把它剖开以后，翻开就是这样一个，哎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对，它把那个贴着那个龙骨出来了，啊，整个一个一剖二，那么这个时候它要加调料了。和做咸鸡不同的是，鱼对切之后，除了要用白酒均匀涂抹杀菌之外，还要在正反面分别撒上姜片、葱段去腥，当然还有腌制咸货必不可少的花椒和盐。那量还蛮大的，蛮香的。这个它这个花椒放上去之后，它腌出来最后蒸出来的成品会不会有这个花椒的味道？会吗？有一点，会有一点点啊。好了，然后
这是什么？盐。撒盐了。盐是不是也需要多撒一点啊？对的。其实呢，在其实多撒，所谓多撒，也不是说很咸很咸的啊，那太咸的话，这个肯定是不好。所以说它也是有一定的标准在里面的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已经做完的咸青鱼，在做的时候，咱们就不需要再加盐了，对吗？对，不然的话就咸死了。那吃的话就直接一蒸就行了。哦，那个味道全部都在那个鱼肉里面了。涂抹完所有的料后，还要在通风处静置48小时，才可以插上竹签晾起来哦。需要风干多少天？风干大概在2天。2天。对，因为要在太阳好的、比较好的情况下，还有这个西北风，还有这个阴凉处，这个不能晒，不能晒，哎，阴凉处。风和日丽的情况下，在阴凉处啊。那我们如果说2天把它吹干了之后，那就可以了。对，拿回家就是拿回家之后是把它切开之后再保存，还是整条？那就可以切开的，用保鲜膜包好，又放冰箱。一块一块的，哎，对。你每次拿出来就蒸一块。这是在过年以前，我们先吃鱼头。啊，过年以后客人来了吃中间的。对的，你整个过年期间都能把这条鱼消灭掉。对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菜了。咸货的腌制方法大同小异，操作起来也是相当方便。如果你想图个实惠，不妨到附近的菜场去选购一下。不过还是要提前提醒大家，咸货味美，但多吃不利于健康，一定要适时适量哦。